来气腾旅店，来气腾旅店传承台南老饭店雅都大旅舍的生命，在圆环边的巷弄中，呼吸着旧时繁华街道的龙井，围绕在台南老厝之间，感受着昔日老台南商业中心的味道。散落满街的历史文化，走一趟小巷弄，如拾起一地的宝石，串成一串历史的项链。从来气特散步，经过石金旧，走到赤坎楼，短短的一路下来，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城市的表情中阅读到历史。历史就是这么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着。